些名义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到法律堂来，每个人没有收几万。亲爱的八点夫，我真的谢谢你对我们的爱，我也为我们台湾来献上我的祷告，为我们的小英总统，主啊，求你让他有智慧，可以把我们台湾治理好。尤其我要把今天的实用时放在你们面前，主啊，求你让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扎到我的心。你圣灵与他同在，愿与我们每个人同在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，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这样献上我的祷告，求你接纳祝福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，我们用主的祈祷文，我们一起来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好，再来最大的诫命，预备，go！ 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。就是要爱人如己，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那接下去我们要来读圣经，今天所读的经节有两个地方，第一个地方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九到二十三节，这个比较长，我来念就好了哈。你 PPT 放快点，我说你读快点哈，来。第二天，他们行路将近那城，彼得约在门正上房顶去祷告，觉得想要吃。那家人正准备饭的时候，彼得闻有香味，看见天开了，有一个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细的四角垂在地上，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，并地上的飞鸟。又有声音向他说：“彼得，起来，再来吃。”彼得却说：“主啊，这是不可的，凡食物和不洁的物我从来没吃过。”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：“神所洁净的不得放过食物。”这样一连三次，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。十七节，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，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。跟彼得所猜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，站在门外喊着问：“我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？”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，圣灵向他说：“有三个人来找你，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，不要疑惑，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。”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，说：“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，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？”他们说：“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人，敬畏神，对犹太通国所称赞。他们一位圣天使指示，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。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，住了一宿。好，第二个地方是《使徒行传》十五章十二到八节。我们一人，我们一边读一节。好，这边来读十二节，来北方。众人都默默回声，因巴拿巴和保罗诉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。好，这边来。他们就各声，雅各就说：“诸位弟兄，请听我的话。”四来，刚才西门诉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，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，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。正如经上所写的，死后我要回来，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，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。再来一起一个，叫神圣的人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，都寻求主。这话是从创世以来写明这事的主说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高兴的是牧师讲的当中。
中，他所要讲的题目是编织过去与现在。